孩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我们的秘密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伤痕死亡透下魂价，就得拿灵魂来成交。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要被我们的外壳破裂，我们的秘密变得强化一点。我们的秘密天赋启发了我们。承载屹立不摇，秘法剑。孩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你越挣扎越好。价格差不多了。秘法剑。
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受不了寒冷了吗？在哪里吗？水火，水火！谁知道新艾萨拉在哪里吗？这。
这座桥由我坐镇。要是我们的外壳破裂，我们的火焰之树强化不停。教规矩来就对了。鬼关机关，打叉的地方就对了。力量挂给你，此路不通。这箱子，哼，只是海盗的东西了。
这需要很多岩浆才行。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！我没有大招生，你给我过去！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要是我们的外壳破裂，你的心脏也会停。我们的冰冻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。我的朋友，打！
此路不通。此路不通。时光不等人，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，要是我们的外壳破裂，你的心脏也会停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认输了。